绝对上无这款的课，即宗教学啦，宗教学。我相信咱真济啊，做学员吼，不管你是信啥物款的宗教，对宗教你捌偌济，我相信你今日即节课吼，即两节课啦吼，你会当得到很多啦。啊，即就是咱嘛相关，咱民间有要就讲大家卖迷信，啊，这信仰我们是赞成，啊，所以咱特别请即个总方院吼，董牧师哈，来跟咱讲这节课，咱大家哈认真来听，因为董教授哈，伊是大学嘛是教宗教学，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者。来，咱的好开始好班长。啊，大家请起立，立正，今日请坐。喂，秘书长，咱的这个总理大神哈，啊，甲注意敬爱学员。其实我徛伫遮吼，无亲像咱的秘书长介绍遐敖啦。我甲大家同款，要搁咧学习的人，虽往年会有较济哈。其实注意吼，在座的遮个兄弟姊妹，拢总是台湾的 elite 啦，的精英。恁所捌的有的一定是比我济，听讲即回有两位出家众伫遮参加，实是非常难得。我最近拄为着台湾教社会写两篇文章，一篇就是比阿伯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已经完成哈，还佫一篇拄拄咧写，就是国民党政权对的宗教阿伯。内面有拣几项的宗教阿伯，就是对民间信仰的利用。内面有拣几项对道教。对佛教，对这个基督教，特别天主教，咱在当历史上，刚才我小夸，甲咱提醒了就好吼，有这个机会。咱知影国民党占领台湾到今，伊的政策是延续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，一种 colonialism 完全是殖民政策，唔是将台湾人当作真正因的同胞在对待咱。你来研究单数，你会足清楚的。军公教人员就是变作因所饲的，这拢若要做主管一定党员。这秘书我咧研究宗教书内面，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帝国时代自由民，甲初等国民同款。所以为什么今仔这个农民、劳工遐尼可怜？人咧加薪水，因拢无分，因所得到的这个年老的福利，也安尼袂亲像迄个英民遐尼咧济，英民至少已经。一个人领到尾一月只15,000，凊彩兵啊，毋是大官，毋是安尼尔吼。农民呢，一个月几千块啊，吼，安尼6,000几千都不得了啊。这就是这个自由民甲被压迫者的一个吼，一个差别。咱知影民间信用，国民党安那利用，迄招数足悬，就是台湾足济庙，统治者为着要。巴结这些庙宇，做伊选举的条仔卡。那是出名的庙宇，拢送一个匾。你唔相信去看台湾各所在出名的庙宇，迄匾啊吼，有蒋介石的，有蒋经国的，包括李登辉、登辉伯也有。最近这个马英九的匾也有，陈水扁的也有。唔相信你去看，全台湾的庙足济济。这挂落去到的迄个庙，就是伊的条仔卡。当然有一个更加趣味的，我顶日来去这个德山附近一间庙，原来挂阿扁的哦，甲提雕挂马英九。我讲你这足无公道呢，改朝换代都无咧认主，所以安尼伊安点点啊，所以这是一招哦，监控甲利用。第二招咧，伊用这个赢神赛会。咱知伫这个白色恐怖时代无迄个集会，这个的自由，但是无赢神赛会就袂使啊，新民生在闹热啦，伊安尼用一招好，互你闹热袂要紧，但是我要监控，派军警监视，刷落去伊个牌楼，电动牌楼也好，普通牌楼好，恁得到有即款的印象，写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写讲杀猪拔毛反共大陆，即马较无啊啦哈。
唔是你甲看咧牌楼，我拢有证件哦，有翕的哦。啊，刷落去，客家租借诶，这个租借工会上白搭，每年一遍，还是讲西港啊三年一遍的考照。迄、那个点头内面得甲出现一挂政治性的点头。啊，我看到一个吼、哦、客家诶老这个孙，诶蒋经国徛伫一门大炮的边啊，迄大概15年前啊。啊，讲写一个要反攻大陆啊，迄款的点头。伫街路咧说，你着安尼用这招，伊敢要你组一回游行，啊那无吼免谈啦，免谈。啊，叫你来加入这道教会，吼、哦、用种种的办法来咧压迫这个宗教自由。啊，要搁有咧哦，唔是安尼呢呐。刷落去，对一贯的压迫，咱拢知影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压迫足久。啊，吴伯雄的时代大概80年代，十世纪80年代较靠头棒。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啊，苏明东。高中五年的退休啦，吼，住伫高雄，伊是一贯对道亲，对伊老母性格啊真热心，伊提供我足侪资料，所以台湾第一个替一贯道讲话就是我。哦啊，你要迫害一个宗教大神，甲你手法，讲到安尼，你安尼，礼拜顺安尼，不伦不类，烫衫烫裤，这乌白讲嘛，对不对？无影无食，安尼甲你手法，啊，所以一贯道当然啦。啊！伊开始的时候有五大左派，台湾的三大左派，即摆还阁存在，像南部保公组、北部基础组、中部这个法律组，哦，法律组伊的大本营拢相当大，啊，其他金工组较无啦，有哪有？但是发展到今仔日，台湾的这个一贯道已经将近要到50派，咱唔知怎样无？啊，中间后迄个苏俄派、苏亚派，叫中华圣教，因的仪式本身。啊，有请我去现场参观过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是一个迫害的历史啊。但是佛教咧，咱那佛教吼，真正的佛教，一出家众足有台湾心。我最近写到佛教的时阵，哦，中国来佛教也好，真正台湾的佛教好，回想有方糟蹋个糟无路，中间一个二八方枪杀掉。诶，台南市开元寺诶主持，哦，啊，恁去看历史，看有影无？为着伊诶朋友来遐住，讲伊是共产党，安尼袂得啦，啊，着甲枪毙掉。人受过真悬诶教育，开元寺哦，台南市开元寺古寺诶主持，哦，伊是日本诶这个佛教大学啊诶出身者，甲林秋国因哦是顶下辈，林秋国咱毋知影无？啊，一个足出名的出家众，哦，这拢进入台湾心。啊，出呢，那是属于因新住民的这中国人吼、哦、来台湾。啊，当然即马吼，我为什么讲伊新住民呢？咱袂使讲外省人。那来讲外省，吼、哦，咱自我矮化讲咱是本省，咱都唔是伊的，唔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。咱甲伊讲省是要创啥？你是中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安尼尔嘛，吼、哦，啊嘛袂使讲大陆啊。中国甲台湾哪有迄个大陆？日本是在讲内地啦，哦，即款的经验我拢总有。啊，所以想用尽办法糟蹋佛教，唔是讲因中国来遐佛教会想出家众要糟蹋呢？糟蹋上忝可能就是印顺啦，印顺系统的印顺法师，哦，甲甘师，哦，啊加迄落，啊，剩个咧有一旁挖国民党的，就是中国佛教会。吼吼，中国佛教会迄不得了，哦，介出名诶，这个我国民党诶会长，哦，五明法师啦，哦，我敢若讲几个就好，啊，即嘛星云法师啦，哦，啊，中台禅师迄个慧觉啦，哦，啊，即个人拢有对一轮回啦，无为着比阿伯者徛做伙啦，哦，拢安尼，甲迄个国民党吼，甲迄个殖民政府徛做伙，所以要写遮个历史吼，实在是。袂好袂滴，啊！天主教长老会拄我啦，吼，因为发表三遍的宣言，佮伊的第三遍的声明，讲促使台湾将这新一独立的国家安尼袂得啦，吼、哦，想尽办法要掠长老教会牧师，啊，掠到一个高俊明，吼、哦，啊，掠几下这长老教会人，安尼伊也甘愿，啊，啊，高文丁、啊、林文丁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这拢好朋友，哦，啊，总会一挂即个朋友，我的学生辈，拢总有宏判军法，啊，后来拢出来。啊，黄兆辉即摆咧做这个阿局长啊，吼、哦，高雄市的这个，那就民政局长的款，吼、哦，大家拢做官，啊，啊，这就是
台湾人爱唔惊艰苦，哦，即系出头天嘅一个证件啦。啊，天主教嘅部分有两个神父，咱得个爱个纪念。一个就是米勒多事件发生嘅时阵，阿菊子也咧走路嘅时，伊去一下，老厝嘅神父，哦，迄、那个贵神父啊，哈，贵神父嘅款，老厝嘅神父，伊保护阿菊子啊，互人驱逐出境，互国民党甲驱逐出境，韩时离境。啊，还有一位，就是劳工运动，当时台湾人唔敢重视劳工运动，独独一个唔惊死的神父，叫做马歇准，伊、哦、的这个汉文的名字叫做马歇准，伊执行这个劳工运动，对高雄的加工出教区开始跟开发，安尼有哪袂得啦？有哪个驱逐出境？所以天主教有哪两个啊、哦，两个神父和国民党逼害，所以吼、哦，若要讲要给清算吼。哦算是袂好袂滴，啊，家己乌金在讲，你讲民进党乌金，你讲阿辉伯啊乌金，台湾人若做总统都袂得啦，要甲你糟蹋，安尼袂用得就对。哦，第一大诶历史上诶台湾诶乌金就是国民党，所有遗产，台湾人诶财产拢占了了，甲即卖要毋行，啊，这就是大乌金嘛，啊，你集中做你老财条，你甲因起诉，啊，毋通糟蹋一个九十岁老人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搁请咱记住阿辉伯啊。伊是国民党的总统呢，唔是民进党的呢，安尼嘛甲糟蹋。但是为什么糟蹋？伊讲一句话，弃马保台，啊，阁是台湾人安尼呢？所以陈水扁总统才是足冤枉的。哦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何患无辞啊？要安那个之罪都有可能啦、啊，特别伊这个政治哦，政治游戏的下面，隆重是无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台湾人做一个鄙视民者，啊，这就是台湾人国民的命运啦，鄙视民者，啊，这就是啊，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讲宗教，啊，当然两点钟久要讲宗教甲政治的关系，嗯，是遐尼简单。第一代先，我也是一个宗教人啦吼，啊，是基督徒，佫是奉教牧师，其实我大部分一生的时间拢咧教册。哦，较毋是伫教会咧做牧会牧师啦，吼，教册做学者牧师。现在犹阁伫中英大学嘅台湾研究所咧做客座教授，教宗教史。但我嘅责任就是，毋是要讲宗教信仰嘅内容好啊歹，啊叫人去信，这毋是我嘅责任。因为宗教学嘅责任就是宗教嘅照妖镜，过来就是要分析到底真侪款嘅宗教。对台湾人政治态度有甚物影响啦？吼，当然今仔日的时间吼是足有限，我袂当安尼详细分析。虽然手中有一篇稿叫做《现代人甲宗教》，可是恁手中的稿吼，迄是旧稿吼，迄足济拢唔对。啊，我只有一个新稿吼，定正的稿。啊，《现代人甲宗教》这是新稿吼，新稿。啊，可能较前我咧讲的顺单，会哪会当看这个无啊，我一项来说明哈。那在这个说明的台前，我要跟咱讲起宗教的语言，各款宗教咱共款，不管是基督教哦，包括天主教，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，因为基督教有三个大传统，一个就是罗马大公教会，这个、Roman Catholic Church； 第二个就是东方正教 （Eastern Orthodox Church）， 这是这个俄罗斯哦，东欧这种希腊、土耳其这种东西啊，希腊正教。啊，罗马大公教的那个叫做天主教，过来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代，哦，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 Reform Church， 哦，改教会，这个改革教会上废弃，因为伊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。基督教今仔有一支遮尼济宗派，就是甲宗教改革有关系啦，因为伊太自由，哦，太自由咧。啊，所以这个宗教改革以后，你敢知影台湾有偌济基督教？哦，就我有责任来批评基督教。台湾有107派的基督教，啊，所以你叫人去信耶稣，不是要信基督教啦，太复杂了，啊，这叫人的意见传承，啊，去家己弄，当然不够，也是真侪派别，南团不够，北团不够，中团不够，哦，大乘、小乘，啊，华人的这个佛教学者佮规定做10宗、2宗小乘、8宗大乘，哦，这样呢，才是连贯嘛，安尼。啊，敢那宗教史方面是敢那皮毛呢？尔，我唔敢讲我已经足内行，所以我讲我要搁咧学习咧吼。咱中间有这大师坐伫遮吼，我唔敢讲信佛教信仰是啥物吼啊。
当然基本的内容我知影啊。但宗教用语、经典的用语，基督教以外吼，那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嘛，伊斯兰教嘛。但是比这个较早就是犹太教 （Judaism）， 比这个较早就是波斯教 （Zoroastrianism）， 甲即卖还阁有啊。印度出现的有印度教，阁一个基纳教 （Jainism）， 还阁有至少一两千万。印度目前有将近十亿的人口，至少有两千万以上是 Jainism 啊，基纳教的信徒。以外，基纳教阁落来就是佛教啊 ，Buddhism 啊，这。高达玛布达，咱个叫做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唔是伊个名哈，是释迦族一位圣人，叫释迦牟尼。哦，这是华人社会习惯嘛。一旦伊那是受人崇拜，做一个宗教的开山祖师，威称伊个名。啊，我将来若做神，家庭讲我会做神，袂使叫我东方万啦，爱叫我什么？爱用我的姓。哦，草甲中或者当。超重做，这是一个例啦哈。所以一贯的道亲中中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工厂主就是张嘛。啊，所以同款的道理，释迦牟尼是尊称，释迦族迄位圣人或者释迦牟尼，伊的正名叫做高达玛悉达达，高达悉达多啊。尼泊尔的人哦，尼泊尔，所以是跟咱同款是黄面的啦，啊，黄面的。所以这个不得头毛安尼 QQ， 迄黑白刻的。那是有希腊耶稣的影响，他们较翘的啦，吼、哦，伊他们不是翘的，甲咱同款，是直的啦，啊，也是黄皮肤的啦，哈、哦。后来，但基督教过来就是佛教，佛教过到来释迦教、释迦宗，哦，真复杂无。啊，伫东南亚，哦，东北亚，新道教、日本的新道教、新道教，过来儒教，有人讲儒教不是宗教，台湾的儒教是。100%儒家包换的宗教，哦，你若看这个教会级别，政府安那抬牛羊猪在做孔子，哦，教师节，啊，利用教师节在做孔子，国家宗教嘛，哦，这是一个国家宗教呢。孔子庙拢用咱的税金起甲维持呢，哦，这知识咱拢爱知影。刷落叫搁一个民间儒教嘞，就是鸾堂，哦，鸾堂儒宗新教，一贯道、红万字会道院、礼教，哦。啊是这个，不是天理教哦，理教这种总是属于儒宗新教的系统，以儒为宗主，以神仙显佛为教导的这个教门，真复杂。所以道教甲儒教，这属于中国的宗教安尼，所以真复杂。但是所有宗教拢同款，伊的信仰语言不是科学的语言，天堂、地狱、神什么？拢唔是科学语言，但是唔是科学语言，为什么会发生作用？你信就发生作用，你若无信，一丝仔作用都无。啊，所以我的题目就是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， 一般性的介绍现代人甲宗教。啊，所以我呢，可能照这个模来看也好，唔免看过了哈。我刚才徛安尼来说明哈。在今天这个科技创新进步的时代来讨论宗教，宗教英文是 religions， 真侪款的宗教的问题，恐惊有一款人会感觉讲啊，这无知啦、愚蠢啦、可笑啦，因为宗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，总认为讲是一种过时的迷信 superstition。啊，阮做一个学者，未使讲宗教是迷信，宗教会指引人，会驾驶人。会帮助人积极人生、乐观人生、善用生命，但是宗教有哪会害死人？害死人的宗教就是迷信。像讲伊斯兰有一个叫做terrorism 恐怖主义，这个伊斯兰教有一个圣战的教义啦吼 ，Holy War， 原来是咧传教咧，伊个因为对抗这个美国人，对抗巴勒这个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啊，这就唔对啊，这个宗教就造会就无啦，吼、有哦，足济哦，基督教嘛真济哦，基督教发生历史上的悲剧嘅足济，十字军东征，奉耶稣嘅名咧抬来抬去哦，这十遍的这个十字军，你若看《圣经》书就知。啊，美国式嘅基督教更加乱，后迄个 People's Temple 人民庙堂啦吼，害死人一堆自杀啊，讲要去天堂，第一赶紧解决性命啊，拢食药啊死了了，伫迄个亚那。
宗教会害死人，但是宗教有关的帮助人，所以宗教这个物件，因为伊所用的语言是信用语言，信才发生作用。好来，所以也是讲自我得罪的对象，即一般人对宗教的看法，近代西方思想家伊捌努力，必将宗教对人间界解读，将坐不住神吼 ，God 就是上帝菩萨，德国的加尼者 ，Friedrich Nietzsche， 伊是1844到1900就宣布讲上帝死去的论道，但是讲上帝的死亡，超人出现的世界，唔免上帝啊啦，超人就好，人比神比较牛，就是因为宗教的用语是信仰语言，科学用语，人的知识安尼真进步，靠科学就好，但是这款的讲法对啊唔对？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Karl Marx 哦，马克思哦，来这个会当铺起来阿未？哦，这个 Karl Marx 这个伊就讲哦，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其实这句话吼，这句话唔是马克思讲的啦。即若对历史背景来讲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是牧师讲的啦，英国一位圣公会牧师，伊说，因为这个英国的基督教是国家宗教，有 High Church 甲 Low Church。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代，哦，这个 High Church 的人穿水水，啊有钱啊，啊这个手工业已经拢失势，哦啊这个用手工业这工人，各不将都头家请。啊！人礼拜日穿水水咧做礼拜，咧吟诗俄罗斯的，跟偏偏啊，这些工人礼拜日规家伙啊，拢带入去工厂赚钱啦，哦，无赚都无面包通吃啊，哦，啊未当读册啊，所以迄个 Sunday school 吼，主日学本来是对啊开始，好礼拜日啊，帮衬这些囡仔读册，都无时间通读册啊，未当未有钱人当读册，无钱人利用礼拜日跟教育，所以这个基督教这叫做 Sunday school， 就是对这开始啊。迄个孙子的牧师讲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无采咱咧讲听啊，国家以及一个圣公会或者 Anglican Church， 哦啊，无影无食，啊，无影无食，宗教是鸦片，马克思家提去用啦，啊，你刚刚嘴咧讲都未实行，像即马马英九共款，吼，633甲即马有兑现无？3.5年兑现甲强都无，啊，所以国民党是政治金公党啊，哦，咱甲讲安尼一说都问着。敢那迄个嘴，农民有替咱解决无？嘛无啊！所以永远要困伫凯达格兰的大道。这个凯达格兰吼，凯达格兰北部人，佮叫做吉利安呐。所以恁坐出来坐稳一个吉利安站，吉利安就是凯达格兰啊，无代无志，讲遐长吼，凯达格兰吉利安啊，那就是这个名吼啊，这个台北分地就是吉利安人。啊，底下开拓安尼，啊，所以有影，宗教精神也袂当通过宗教发挥，这个宗教就是鸦片啦，达款宗教拢同款啊，这上公道。啊，所以马克思讲的有一面对哦，是资本家麻醉劳动者的工具哦。其实我讲到这时，有哪要批评一项，确定我会讲三民主义教，这是宗教那是鸦片，政治宗教是魔鬼啦，是海洛因，比个较毒。哦，你若无信这个国民党教，啊，三民主义教，你都袂当做校长嘛，啊，所以宗教那是鸦片，伊是魔鬼啦，啊，这款的批评出都无唔对。后来其实现代人接触宗教、开始宗教，结果只有将信仰这个 beliefs 还是 faith 转移到世俗的类似宗教，这英文里面叫做 quasi religions 变名啦，也自己相信一挂主义式的这 ism 的信仰对象。这就是 ideology 意识形态啊，意识形态 ideology， 这个意识形态是足要紧的，这是一个主义还是思想的来源。但是这个意识形态有时间性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100年前有路用啦，100年后今仔日三民主义是 outdated， 无路用啦。人10年就一边的思想革新啊，啊100年前的古董要来用啊，所以主义式的信仰就是这个。啊，所以咱伫历史上出现呢，哦，哲学有人文主义 （humanism）， 有实存主义 （existentialism）， 政治的国家主义 （nationalism）， 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啊，啊纳粹主义，德国的纳粹主义，这拢总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哦。
啊，甲共产主义，这上食力哦 ，communism。我恁拢有受过国民党的教育，麻醉式的教育。国民党上白天马克思，其实足未见效的。国民党的三民主义，拢是共产主义的思想。民生主义，你对头甲读过未？甲研究看有影无？民生主义最后就是边际地权、阶级资本、共产主义嘛。啊，你用马克思的思想咧反马克思，有够未见效。啊，所以咱拢骗去啊。啊，这个哦，这个共产主义，这个、叫做类似宗教。因为这款的主义式的信仰，宗教的条件拢有，后教主、后经典、后信徒、后礼拜时间，这个我等下分析给恁听，啊，恁就会清楚。哦，换句话讲，就是以思想家甲领袖一类的人来替代上帝的地位啦，用科学方法甲政治制度来取代宗教的 function 的功能啦。但是问题来啊，这个主义式的信仰，敢真正会当将这人类精神生活最后的依归吗？有可能无？无可能，答案是十足否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代人极度宗教，啊，足骄傲自负，将上帝抬死的结果，伊的精神生活找袂到绝对的依归了，伊的心灵对安尼变得足空虚。人类毕竟甲坐不住有别，哦，这是徛伫一心论的理由在讲的吼。啊，咱若是无心论论的迄落，请多多包涵吼。哦，有别，人永远袂当取代神呐，啊。为着人类的信仰有伊的极限。坐不住上帝，是无限的存在者。诶，政治人物，互你做英明领袖，迄种会死啦，神未死啦，神未死哦。啊，宗教人的信仰对象，所以神未死啦。共产主义一向啊，讥讽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品阿扁，因为将上帝置之死地，结果取代上帝角色者，都是一群独裁统治者，列宁哦，伊的名伫遮 ，Stalin 哦。十世纪的杀人魔王斯大林，杀死7000多万的人，伊的同胞啊，杀东欧反对伊的人拢总7000几万啊。啊，第二位的杀人魔毛泽东5000几万啊，第三个杀人魔蒋介石1700多万啊，第四个希特勒1300几万。啊，所以吼，确定我会念一首这个台湾话诗给恁听，讲伊是信耶稣基督徒。哎，这款基督徒来上天堂，我唔敢去啦，啊，我也不爱去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，吼，咱中间可能有真侪基督徒吼，这予咱思考看卖，哈，列宁、斯大林 ，right， 那，吼，过来，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金日成这些人拢是神呐，新皇帝崇拜，伊的主义式的类似宗教，反正讲做真正麻醉人心的物件，哈。这个熬夜，这边哪有好喝？哦，人民的鸦片。来，历史驾驶人类，相信独裁人物比相信看未到的神更加可怕。因为人性本来就受弱点嘛，容易支配同类，搁思想犯着。但是真神上帝永远未消失啦，啊，哦，真的佛法嘛未消失啦，啊，哦，人尽管怎样。将神甲谋杀，伊永远都永生不死，咧通有历史啊！但是啊，被心怀共产主义、叫三民主义独裁者，大家拢死翘翘，蒋介石也死，毛泽东也死，哦，斯大林也死，列宁拢死，而且相信政治类似宗教，嘛比相信一般的宗教更加危险，因为人性良知既然和主义是信仰所麻醉，主义伫上帝顶面啊，咱若做过兵，兵营内面。哦，有对迄个西点军校第三九号国家责任应有，哦，但是加两个独裁者的政权者安尼先，主义领袖、主义领袖，叫你相信主义、相信领袖，民主国家哪有这套啊？伊甲加落去，啊，然后甲到国家责任应有，这是西点军校的军魂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袂变，啊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一个。一个批判，所以讲新精神上帝未失落，哦，伊永远通有历史，但是爱和新来共产主义、三民主义的新皇帝拢死翘翘，也相信政治类似宗教，也比相信一般的宗教较危险，因为人性良知和主义的信仰所麻醉啦，主义的上帝的顶面啦，自然就失落是非的批判能力，
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、中国、北韩是安尼先，信奉三民主义威权时代台湾嘛是同款啦。照安尼讲起来，现代人要追求人性的进化，啊，追求人性的进化。啊，这里。中。呵。啊，上下。袂用的吼。会当阁铺起来袂？铺袂起来吼？好，我读过啊。咱节省时间，一项一项来做一个检讨。信奉三民主义威权时代，台湾嘛同款。安尼讲起来，现代人要追求人性的进化，的确需要一个健全的宗教信仰。那是安尼，倒一款宗教上会当适合现代人的要求呢？下面几个宗教，咱来做一个检讨吼，一种检讨性的。第一个，台湾民间信仰 ，Taiwanese folk beliefs 吼，这个佛说。因为伊真侪崇拜群，妈祖崇拜群、王爷崇拜群、大肚公崇拜群，是英文 beliefs 是佛说。台湾民间信仰是一种甲儒教、道教、佛教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传统宗教影响。伊的本质大半属于原始宗教类型，特别是 animism 哦，泛灵信仰。譬如讲信仰鬼神、祖先，伊来占卜、符咒、甲当机法师的驱邪治病，以及灵媒这个 Speed Medium 红衣的这个开蒙文书，信徒真具迷信禁忌的心理，因为安尼巫师必问神托卜啊，才会当进行寺庙巡礼、甲碎石祭奠，到处相当欢迎哦，风行。人人敬信目的是要祈愿求福、添丁发财。就新观来讲，台湾民间信仰是十足的 Polytheism 多神信仰。天公就是人人所敬拜的至高神，因为人是天生地养，生死祸福以及姻缘嘛是天注定。土地公是生产五谷、兴旺六畜、啊收束灾布，甚至看守王地的万灵神祇。所以因为安尼有参头参尾土地公，望头望尾毛土地公啦哈，争头争尾也有。伊的性格虽讲是小小，但是人人拢足爱。啊，我咧观察这个民间信仰现象。土地公的性格是甲土地袂当分开，伊的人口哦，人讲人是人口，比台湾人口较济，哦，台湾人口2300万，土地公甲土地婆合起来，两个绝对比台湾人口较济。我教恁算，啊，每一间厝，伊的地基的地基主就是土地公的别名，因为你要起厝就破土。就甲迄个土地的主人借土地，台湾有偌济间厝啊？有地基主，得甲有地基主负责啦。啊，每一个墓，台湾的每一门墓，拢有一个土地公咧守护，因为你要埋葬进前嘛，得破土啊。啊，我会记得我也未基督徒进前，哦，我嘛在亚环啊、旁道、跪地啊，甲土地公借七个土地，人土公将甲骨类呢，啊，啊，甲阮老爸埋葬安尼，啊。啊，所以台湾有偌济门墓，台湾偌济门墓啊，啊，一门墓一个土地公，啊有土地公就有土地婆，过来参头参尾土地公，佮横头横尾土地公，安尼加起来吼，有够济土地公，过来初二十六生理人哦，地基主拜无够，就佮拜土地公拜门口，所以第一遍的一年的古历个拜土地公叫做头爷啦。因为半个月拜一遍，你若无甲拜吼，惊讲规年冬天做无生意啦。所以半个月拜一遍，拜到最后一年最后一遍的拜托你讲，叫做买个啦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托你讲是所有台湾的众神的中间，吼、哦、上有通食的一个性格。诶，托你讲阶级足济哦，恁当时讲敢若一行嘿，那是帝王阶庙，啊，像我台北就好啦，我用台北做咧。帝王家保生大帝，大肚公庙的土地公是做官哦，伊地的暗军无哦，暗军无，伊是建筑公的性格，建筑就是典范的院长的性格。
啊，那是过砖头的，砖头全部土地公是弯月形的性格。哦，分阶级无？分甲足清楚。吼、哦，有够济啊，有够济。啊，北部的人较爱土地婆，中南部以外的人土地婆足少足少。听讲土地公较好心，土地婆较歹心。哦，当然咱无时间能讲这个神话啦，哈、哦、啊。啊，所以土地公是台湾人上爱的一个小财神爷。但妈祖婆是一位哦救苦救难的圣母甲海神。啊，大德公这位甲妈祖婆恋爱过的医生神。在民间香火嘛足鼎盛，这个妈祖甲大德公，台湾有一个恋爱故事，我唔免用时间在讲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，大德公和妈祖不好，就是两个神恋爱失败，小创治啦，哈、啊。因为大德公臭头，啊妈祖无鸟面，啊，所以拢爱抹粉抹甲足高，啊大德公臭头，迄顶西无永远低调咧。啊，因为两个恋爱失败啦，哈、啊，啊所以大德公生妈祖不得甲透风。和迄顶西帽安尼落来，洪矿金伊个拉力图伊个甘愿安尼。妈祖婆生日3月23得个落雨哦，和伊胭脂安落了了，洪家讲啊，这是鸟面的小姐哦，无人要甜哦，所以嫁袂出去啊。这就是这个台湾民间故事哦，一个讲话，其实这是无影的哈，无、哦、影的。啊，妈祖婆今仔日的性格已经改变，哦、我伫只先煞做一个注解哈、哦，因为咱时间足宝贵。台湾妈祖甲中国妈祖绝对无共嘿。中国妈祖照这个苏明先生的讲法，是一个出海妈祖，一砖头细细渔船一摆的妈祖，吼、哦，保护因安尼掠鱼平安呐、啊，啊渔船啊安尼会平安。啊，中国妈祖今仔日那要阁有人咧服侍，是保护共产党制造飞弹来弄台湾海峡迄个妈祖。啊，台湾妈祖咧，唔是中国妈祖哦，台湾妈祖是要保护咱台湾人。会当独立建国哦，安尼法律建国的一个神啦啊，咱得安尼认同妈祖较对，所以无必要去中国进香。去中国进香是头较歹呀哦，安尼是做。来台湾400吨啊，住伫台湾甲咱共款啦，要去中国创啥？摕新台币去弘扬啊，毋是？所以大家妈祖迄个颜清标头较歹呀啊啊！我有写一篇这个。写篇文章，大驾妈祖不识时务，哦，大驾妈祖也无奈，两篇文章啦，未得啦，哦，放伫以前的台湾日报，何干秋比啊，我告，啊，我嘛唔知红告啊，伫辅大，现伫辅仁大学咧兼告，寄去辅仁大学，我讲，哦，啊，我那只伟大啊，啊，写一篇文两篇文章就红告，不起诉处分啊，所以我无去发呢，伊告迄个报社，先做甲我告落去哈，哦、啊，就是咧批评因进香的代志哈。啊，今仔日的妈祖婆的千里眼顺龙呢吼，因为伊无伫单海叫你救国救人啊，你创啥物？保护台湾人赚钱。西丽妈祖庙的千里眼顺龙摕金元宝，哦，恁注意去看吼。啊，邦桥妈祖庙千里眼顺龙呢摕金元宝，代表啥物？代表妈祖的性格改变，已经咧保护台湾人赚钱，唔是咧救国救人伫单海叫，咱拢坐喷射机啊，以无用武之地啦哈。啊，大德公是一个医生神，所以大德公庙一定有药签，药签分做男科、女科、小儿科，哦，你有趣味去大德公庙，家讨下药签，保证拢总有哦。啊，大家药签拢总我会记你有，那较侪是108.8米啦哈，哦，好、哦，这个60米的药方，男科、女科、小儿科拢有，大家药方你甲抽着去转，去买药去转，保证拢食袂死，但是苦滴滴啊，会治感冒。哦、这就是迄个土地公庙的情形哈。后、哦、来王爷这类跟海神有关的大天孙秀，迄四四方的运神，今仔日嘛变甲香火足鼎盛的万灵神格，并已经固定带落来啊。原来是有关家官、有妇家妇、居无定所的高级游魂啊。即马台湾是一个报道，全唔走啊，唔走啊，哈、哦，无爱去大天孙秀啊，哈、哦，有啦，敢那迄个三年科的有啦，还佫有咧办王尊的哈。哦讲着尊龙、清水祖师、灵安尊龙、宝义尊龙、甲宝义大夫是专职人士的守护神。后来啊，开漳圣王、甲三山国王分别是漳州人、甲客人的守护神。讲到这的时候，我有那要甲恁提醒一项：这个族群分类信仰，泉州拜泉州神，漳州拜漳州神，客人拜客人神。这款的分类信仰，互一个族群哦，未团结，
放尿敲刷袂做，所以你若研究单数吼，一个真废气的现象，就是漳州人甲泉州人发生冲突，啊，就伫庙林操纵顶压对压边，烧台冤家就死人。所以才会古庙拢服侍这个战士、军旅、海盗、战士的这个灵魂。客人若甲河南冤家，嘛是客人甲泉州人、甲漳州人相拼。啊，所以这个多心信仰的毛病，就是族群分类信仰。我话时代已经变迁，台湾人爱改变，哦，爱有团结，有一个生命共同体较对。后来个过通俗不教的观音菩萨是妇孺甲儿童的圣母，地藏王菩萨又个是第一个救主，因为伊把下一个愿，第一个不空不成佛。关公予人信做商业的守护神，也是予文人奉为武圣文主。所以文主公的系统就是鸾凳的系统，哦，文主公的天公就是玉皇大天尊显灵过上帝，关公做天公，做第十八代天公。所以文主公庙天公甲民间信仰天公无共款，哦，无共款，咱来也要分别。梵谷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、东王公、西王母，即系古代神话角色，民间嘛甲奉做大神。啊，最近你知影即个国民党的一个少年家的发言人，伊的名姓两字那丁，无采讲伊是读台大研究所，戆甲袂白上。伊讲咱是炎黄子孙，炎帝是神农大帝，黄就是黄帝。我甲咱讲，我研究宗教史的人，我袂使对恁讲白贼。神农大帝甲这个黄帝，你看道宗内面的文献，那是怪文呢。这个神农是牛头亭的牛图腾，有牛角呢，所以的造型头壳发角啊。啊，黄帝呢，人身到了蛇头，讲迄做咱的祖先，让因去做祖，何马英九去做祖先都，迄不是台湾人的祖先啦。台湾人的祖先真水是人啦，不是怪物。根本迄是神话人物，用神话人物咧麻醉台湾人，即个像日本时代的这个。诶，这个军政府、军国主义同款，将一个人交好，甲当作天皇。所以我读国小吼，我有读两年的日本册，日本的国小，我嘛有去拜过神社，嘛拜过这个阿玛提拉斯阿弥卡弥，哦，天教大神是交好皇帝的这个祖先。其实迄种无影无食的神话角色，将神话角色当作祖先，迄就是独裁政府。所制造出来的物件，咱唔通去信嘿。咱唔是炎黄祖先嘿，咱是台湾人啊，伫只土生土长的咱的祖先唔是怪物啦。哦，咱的祖先就是咱的祖先。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哦，内面迄只妖猴遮天大圣孙悟空，因伊的七十二变，吼，哦，台湾人会跋筊人甲当作守护神啦。啊，台湾的农村到处拢有游泳公啊。万神同归，大众也移民也，即系亡灵高贵的崇拜，即甲灵魂观也无关系啦。哦，伊用讲就是，哦，因为咱有土葬嘛，啊，相信三文七魄，即骨头属于七魄的物件。啊，若囝孙啊，安尼袂记得去问望，从挖起来做路做学校，政府甲捡捡咧，合葬的叫做万神同归，哦，有求必应，大众也大众嘛，啊，男女共同坐地公就是这类的。哦，啊，种类繁多的大树公甲石头公。哦，也到处台湾拢看会到，有王爷庙的所在，特有东西南北的仰头庙啊，其中王爷的 bodyguard 吼，贴身侍卫叫做中坛元帅，就是太祖爷。哦，今仔太祖爷伫高雄市足称，不过太祖爷已经啊改治伊的魔术啦，伊的魔将，变做卡斯库达伫做戏的一个角色，袂歹咧。所以台湾人有一日那将这个。迷信的物件，甲解除伊的魔障，变作一款的戏剧，真好，足闹热的，足闹热的，大家拢会当接受啊。已经无咧哭邪啦，啊，徛斯库达咧，互人娱乐，安尼袂歹啊。后来有神风庙的所在，一定有文盘、武盘，鸡也、蛇也、牛也、马也、鸭也、日游也有，入四书馆、三道观众、接地煞等等，看到我要惊死的神格，所以入去。神风庙，那是审判神啊、司法神的庙。哦，你来啦，台南那个高庙，你来啦，大家会惊啊，会惊。神风庙是审判神。
由这个警备森严的发行政部、各级法院甲地方警察分局的这个造型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民间拢有设置公妈牌来祭祀祖先，对你家神、地基主、甲村母嘛袂使忽略。民间毕业也拢有家己的守护神，像讲今阵的人拜北极先天上帝、甲水神尊龙拢是五神。哦，大禹三界公的第这个第三个下元水官界的大禹，四个水鬼屈原啦、王勃啦、五祖司礼伯，哦，这叫做五水神。哦、这台湾的古庙拢有。啊，台地的人拜上帝公、先天上帝，南关、北关角的岳师拜西晋王爷、东明皇、甲颠倒元帅。妇女伊就要求生囝，来拜祖先娘娘。啊，若未生爱去回宫回婆遐拜。啊，求女嘅来拜吼，咱女方吼，即、哦这个即、这个、做衫啦、做经鞋爱拜七娘妈。啊，每逢众神的生日嘛，爱互顶面这些人该祝寿、该 Happy Birthday 一个吼、哦，啊大拜拜一番。一般民众拢相当惊鬼，因为相信高压鬼是人间苦难的来源。诶，这点吼、哦，这点我伫只爱做一个注解。我做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人，到今仔日为止，想要看到鬼，也看袂到。独独看到鬼的所在，就是迪士尼乐园啊 ，Disneyland 有鬼啊厝。啊，但迄对我来讲都无较早咧，迄种毒片啊鬼啊，啊，这个是黄面鬼啦，啊啊，迄种人的制作。其实讲到鬼吼，各款宗教鬼观念拢完全无同。基督教的鬼。甲印度教的鬼，甲伊斯兰教的鬼，甲民间信仰的鬼，甲佛教的鬼，拢无共。佛教鬼是六道轮回走出来，哦，特别是恶鬼道，哦，恶鬼道啊，会走出一寡只妖鬼出来。基督教鬼是对落的天灾变的，民间信仰鬼是三魂七魄变的。哦，咱知影一个人，台湾人相信十条的魂魄。啊，这是老师刚确定我来解释这个十条分别啊，形成什么款啊？啊，所以足复杂。为着安尼，民间就用古历七月一个月时间来对这好兄弟啊呢，安尼大摆宴席来给因普渡阴公，庆赞中原啊，就是将因求爸爸爸哦，求爸给因欢喜，来躲避现实的灾害，趁有食。所以伫台湾做鬼袂歹。外国鬼吼，人咧甲庆祝只有一日 ，Halloween， 十月三日。台湾的鬼吼，吼，食一个月足足足，哦，七月初开鬼门，七月尾啊，骷髅叔就甲关鬼门啊，哦，安尼足好康的。啊，所以各所在都咧甲普渡，就是讲普渡阴公，鬼若甲安插好，就平安就对了哈、啊。其实我甲咱讲，这就是宗教问题。民间的苦难，趁无食，搞破病，迄拢是卫生署的问题，搞破病啊！这个财政部的问题，经济部的问题，哦啊，唔通将这个灾难推予这个鬼啊去吹哨。所以台湾咧做鬼吼有够衰，趁无食，讲好兄弟啊，你高高低，你得去找财政部长嘛，去经济部长嘛，我那失业。啊！你的币，你这个货币制度对啊唔对？出口对啊唔对？啊，所以咱拢袂晓安尼先做。啊，若破病，来去病院方看，唔通去新坛问。哦，冲犯着目倒疼，冲犯着天狗发烧，冲犯着五鬼。啊，未生结婚未生，冲犯着白虎神。哦，啊，台湾的鬼吼，道教鬼也是，民间鬼也是，拢咧防热。所以台湾做鬼有够衰，乌白热。哦，啊。人要好以后，来驱邪才会消灾，得压煞才会平安，啊，迷信就走出来嘛。讲到这个鬼吼，有件足趣味的代志。台湾的鬼会大寒呢，西洋鬼袂大寒。西洋鬼一百年前死，一百年后看，啊，还是一个那鬼，拢袂大寒，因为伊是幽灵嘛 ，ghost。但是台湾鬼吼会大寒，特别查某鬼，唔来大寒，佮讨要嫁。因为民间人讲，那是袂平安，啊，门不台湾头，门甲台湾尾，大家性命拢找了了，风水也超七五，四骨皆中，佫袂平安。
你若去新单，新单就黑白甲你讲，讲着去身家调查，讲哎呀，啊你着来新单几啊遍啊，我来甲你指导，吼、哦，讲叫你着去北港拜妈祖婆，吼、哦，咱这妈祖较无灵无神，北港去先较会用。啊，王母娘娘花莲你也去啊，吼、哦，啊南君新五王也拜了，啊未平安，风水也超切啊，啊你有囡仔拍算伊无？伊讲有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哦，啊查甫查某，查某囡仔啦。几年前，二十年前，啊，几岁拍算伊三岁，对啦，问的就是遮。今年若要滴个二十三岁啊呢？我老母听起来吼、哦，会伤心嘞。有梦无？当然无梦啊。那夭寿囡仔哪有可能有梦？叫土公、草丘啊、耿耿的甲拖去台，安尼难啊。啊，变哪样才会平安？你的问题伫遮啦，哦，这即马新君就甲讲，就是这个死查某鬼啊，唔冤啦。二十三岁安尼，大学应该毕业吧？你呐，活到今仔日，啊，你安尼拢无服侍，伊灵魂无甲照顾，所以唔冤啦，唔冤，特别假啦，啊，特别假，啊，变哪个假？啊，就活人娶鬼某，啊，就包一包钱啊，写个死者的姓名啊，啊，甲当时死去，啊，叫伊这死者的后辈啊，包一寡钱，未使想个在徛，钱用红纸包啊，啊，死者的这个名用白纸。写啊，用报纸卷卷嘞，哈，啊，可能卷一支烟，啊，叫这个死者，诶，这个后辈摕去角头遐缝扣。啊，若是女士去扣的，我会讲啊，这吼、哦、这唔通扣啦，这我藏嘞，这扣掉会歹空啊，惊到死就走啊。啊，若是亲像我这块年岁，啊，甲咱这个就这个年岁嘛，扣掉，我会甲问啊，先生啊，啊，你唔知有后生无？伊讲有啊，后生几啊个？啊，后生娶某未？有啊，娶啊，孙啊嘞，查某查某有哦，查某孙哦，马上就甲你叫一句讲姐夫啊！我都唔捌恁来叫我姐夫，讲就是你捡到这包吼、哦，就是阮迄、那个几年前死去迄个姐啊吼，要找你做翁啦啊！啊，你来甲娶无娶未使哦，无从后到你的歹运。伊讲无哦无哦，伊讲安尼好，无你的电话给我，大名给我，啊，你用啊无，转去拢唔通。有歹掉头哦，那是困了老清官，啊是骑机车等于跋一刀，迄就是歹掉头。你倒来拍电话给我，就是阮这个死查某仔啊，吼要找你做翁。啊，过阵有影，迄暗等于发烧个老清官，马上就拍电话讲好，伊要甲娶。所以外人娶鬼某就成立吧，用安尼咧求平安哦。所以这招吼，就是台湾人求平安的方式，将所有的艰难困苦。无用政治，无想政治问题啦，哦，拢用宗教去解决，这才是唔对啦，啊、哦，唔对，啊、哦。后来啊，当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赶紧搁在迄、那、落、个，论台湾民间信仰的态，敬神的态度，一言一百字就是相当现实的哈、哦。而且利用都去尊敬啦，比如来讲，同款一些妈祖婆，北港的较兴，新港的较兴，大家的妈祖较比各地妈祖庙较兴，哦。信耶稣的人不讲，阮的上帝较兴，啊！你若要做礼拜，就来阮，伫阮台北做礼拜，才有灵有啥无啦？所以这灵像是人人所追求的敬神法宝，因为安尼，妈祖未灵去找王爷，王爷未灵去找关公，关公未灵上帝公，上帝公阁未灵验啊！观世音菩萨啦、啊，土地公啦、啊，祖师公啦、啊，城隍爷、玉皇公、大舅公、石头公拢做好，直到感觉讲会灵会啥为止，这叫做。这是宗教叫做 Casinocism 高铁性主义哦啊，大小生命拢会当换来换去啦，互我利用就好。所以台湾人的这个敬神态度哦，留日的一个蒋中山遗书，将叫做阿拉伯定心式的信用啦。都有利用的价值，我就去找你；无利用的价值，是的哦，我换百姓来拜。所以这款宗教观唔对。后来这款的宗教观，佫一项上唔对的就是。庙宇真容易和国民党利用做伊个条仔卡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拢尽量派伊个国民党这个议员去做理事长，哦啊，足惨的，所以台湾人建选举拢建袂赢，可能甲这个拢有关系啦，哈、哦，拢有关系。哦，咱休困一下啦，哈、哦，咱较个下面较个继续来讨论，哈、哦，好，安尼唔免，我咱最休困哈，好。多謝大家忍耐哈，休困十分鐘哈。